굴로수안되니까저기흐르셔굴쟁우스만小明，没钱，包里什么二蛋了？二蛋，回家吃饭啊！新过的菜还有两样呢，需要。你买那个皮吗？你三五两不就吃完了？我是一个猫。鸭蛋。嘿，你说什么？你他妈的是不是你个老妖？你个老妖啊！我操！Thank you.